你叫什么名啊？我姓江。来自西屋咯。沙拉瓦西屋啊。沙拉瓦西屋。江先生本身你有什么问题啊？我有一点初期尿酸。OK， 你的尿酸是来到多少？尿酸应该来到400多，460多吧。它是严重到怎样？严重脚肿啊。脚肿。现在没有肿了，没有肿。OK。然后跟敏感呢？敏感是？敏感天生的，从小就敏感。会痒？会痒。现在？然后就没有痒。都这里没有痒。嗯。OK。皮肤也慢慢好啊。皮肤好。你喝多久啊？我喝应该2个礼拜多。两个礼拜啊。过后还有听说排毒啊。啊，还有排毒，不是？怎样排多 OK 呢？头开始喝啊？啊。开始喝应该排3-4天呢。3-4天。不错了，然后你的那个尿酸是现在掉多少？尿酸现在200多了，280多了。才喝两个礼拜不了吗？两个礼拜。哎，你的脚还有肿痛吗？没有没有。没有了，没有，没有肿痛了。啊，所以继续喝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样年轻不了啊。好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，江先生，谢谢。